级汽车。梦想狂欢记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，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，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哼，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咪，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看哪，我找到了恐龙蛋。大怪兽，来和我战斗吧。啦啦啦，我晒掉我的垃圾车。小心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开心活，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。这是不好，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阿力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定是阿力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他。原来是这样。阿力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哦，小心。库洛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在干什么？呵呵，嘀嘀咕，梦想梦想，嘀嘀咕，拥抱海洋。嘀嘀咕，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飞呀飞呀，嘟嘟嘟，梦想梦想，嘟嘟嘟，张开翅膀，嘟嘟嘟，飞上云朵，飞呀飞呀，我来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太危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加速救援吧。大吊车伸长手臂，哐哐哐，救援救援。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。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。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。绵羊车，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。咩咩咩，梦想梦想，咩咩咩，精彩想象，咩咩咩，变成小羊，一蹦一蹦跳呀跳。奇怪的狂风车，
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嗯，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嗯，阿丽。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啊，你看，风来了。多多坚持住。唉，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嘿嘿，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。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轿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。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嗯。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唉，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哇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
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指挥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。我赢了，嘿嘿，旋风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太辛苦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啊，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大嘴贪吃车，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该你登场啦，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嘟嘟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哈哈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
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绝壁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互换工作。啊，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拜拜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载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斑斑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斑斑，又见面了。嗨，妮娜。斑斑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做，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斑斑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斑斑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
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搬搬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，不送乘客。乘客，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渴望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斑斑，妮娜，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疯狂的植物。疯狂植物车第99次实验开始。成功了，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。哈哈哈，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哟，好可怕，快跑。怎么打不开了？救救我。这些植物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贝拉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许多疯狂植物，我需要帮手。没问题，也许酷宝能帮上你的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全能收割机高伟，铁臂挖掘机酷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来啦来啦，收割机
出了所有疯狂的植物。真不容易呀、啊！怎么又来了？是我们！恭喜你们任务成功！捣蛋的球球车。老嘟嘟，接着，接着。车们，快让一下！哟吼！哇哦！啊！哎呦！谁打我们？游戏继续。救命啊！不好，大家有危险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现在被一辆奇怪的汽车攻击，它会喷球啊！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快，我需要帮助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，隐蔽挖掘机，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美食车，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，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
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？免费？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大家怎么都哭了？除了那辆汽车。等一下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门外有个包裹，里面装着蛋糕哟。有情况。白老虎、开心虎，不好了。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，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
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猫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嗯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猫猫怪来到地球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猫猫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猫猫怪。相信相信猫猫怪，变过来，矛盾矛盾到处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救我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矛盾矛盾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包包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矛盾矛盾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还有很多毛毛的，继续攻击。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好